我家有两个奶奶。一个是亲奶奶，一个是姑奶奶。我吓着你了，妞妞，这个记号了啊。收纳开，我开刘梅艳。工作找的咋样了啊？你不是说以后天天出去吗？一天找一个工作。奶，你咋不管管他呀？天天都这样咋弄啊？他真大了，他也不考虑一下。这是又找了一个新电视剧哈。你看电视剧为啥要放弹幕啊？你不懂。你说说他呀，你这当奶奶的咋不说他呀？他要说吗？说呀。哎，你这真好，我也啥都不干了，我以后天天睡觉，你养活我哈。养我呢？啊？你说说他，你说说他，叫他说的没脸没皮，出去找工作。哇，我最爱的南瓜稀饭。哇，我最爱的妞妞。哇，我最爱的奶奶，真好吃。嗯，我刚问你昨天在问的啥？是你爸？昨天在南瓜问我，怎么都愁死你了？说啥？我明天回家过来煮一碗行吗？你昨天给我看什么？昨天的工作发怒了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啊！嗯，这是你从上海回来，我第一次见你刷锅。妞妞，